我很喜欢你耶。是哦，所以我决定再剥一只虾给你吃。好啊，你太大只了吧。这很新鲜哎！土豪哥用整只龙虾虏获女方的心。3年前两人高调结婚，拍摄相恋影片中看得出财力雄厚，用吃大餐写两人的爱情史。我真的很喜欢你哎！我知道啊，谢谢。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只阿拉斯加的帝王蟹给你。哦，好大只啊！土豪哥当时迎娶东吴正妹，轰动网络世界。从女方的微博就能得知，生活相当惬意。喝东方文华下午茶，就像走自家厨房一样平凡。大蛋海胆的单位是以盒计算，松露小笼包、松露萝卜糕是基本款三餐。两人刚结婚时，东吴正妹频繁po文吃喝玩乐，看得出土豪哥宠妻无极限。除了美食，不忘晒名牌，最爱的 Prada 是桃红色，有好几个。土豪哥号称砸千万求婚，影片至今仍在网络疯传，关注两人婚后生活，但同场曝光画面不多。土豪哥和东吴正妹曾一起到韩舍爱美运动打卡，也留下法拉利载美人出游记录。正妹去大阪旅游自拍，捕捉土豪哥舒爽身影。两人也曾和艺人王阳明合照，看起来有些交情。但除此之外，东吴正妹几乎没晒过恩爱，一起社会案件让两人奢华生活曝光，再度成为另类网红。记者黄明君、张良浩台北报道。